弟兄姐妹晚上好，今天我所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题目，我们是一个祷告的殿还是一个贼窝？所以我还记得有一年神跟我讲我是贼，我想神啊，没有这样严重嘛，是我知道我不是很好，不过没有严重到叫我是一个贼嘞。神有这样跟你说话过吗？啊，那年神是这样跟我讲。来，我们看一看这个贼窝是在哪一段圣经哈？来 ，next， 是这样。所以今天我所要跟大家分享是这个诗歌 P， 啊 ，OK， 这段圣经是在马太福音21:12-16，来。所以这个在马太福音21:12-16里面有看到有四个 P 哈，这四个 P 是代表什么呢？第一个 P 是代表洁净的家，第二个 P 是代表祷告的家，这里是家讲家还是殿啊？家哈 ，OK， 殿都可以了哈。然后第三个 P 是讲到能力的家，第四个最后一个 P 是讲到赞美的家。来，我们继续看这段圣经。来，我们请 Dominic 帮我们读好吗？马太福音21:12-16，耶稣进了神的殿，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，推倒兑换银钱的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，对他们说，经上记着说，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，你们倒使他们成为贼窝了。 Amen。 那这段圣经是讲到耶稣进入 Jerusalem， 进入了然后他去了神的殿，所以当耶稣进入神的殿的时候，耶稣做一些什么工作？一切不属于神的他全部赶出去，哦，那些做买卖的在神的殿里面他很不喜欢，他就洁净神的殿，哦，一切全部给他赶出去。然后耶稣还讲什么？我的殿，我的家，英文是讲到我的家， my house，哦，我的家就是什么家呢？是什么殿呢？他讲我的家是一个祷告的家， Amen， 是一个祷告的地方，哦，不过他们就变了，他成为一个贼窝，啊，这个字贼窝是在这里看到的，哦，所以耶稣那个时候是这样骂他们。原本神的殿是一个祷告的殿，这帮家伙就搞到他变了一个贼窝嘞。贼是做什么的？偷窃的，在神的殿偷窃啊。为什么耶稣讲到这样严重？他们好像在那边做一点买卖罢了嘛，哦，他们做那买卖啊都是方便人嘛，哦，你来要献上什么东西给主啊，我 卖给你咯，方便啊。啊，然后啊，所以不过耶稣是看，耶稣怎样看？耶稣看这个是蛮严重啊，哈，哦，所以我们继续看哈，哦，然后耶稣还有做一些什么？在马太福音啊，我们继续读下去。来，在店里有瞎子、瘸子，在到耶稣的眼前，他就治好了他们。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，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，何塞纳，归于大卫的子孙，就甚烦怒。然后耶稣洁净了神的殿，然后他神的殿就成为神祷告的殿，然后成为神的祷告的殿，下一次进展到哪里呢？你就看到耶稣去做什么工作？先洁净，然后祷告，然后现在耶稣做什么？彰显神的能力，神的大能。
所以你就看到耶稣在那边做医治的工作、哦、那些瘸腿的瞎眼的来到他的面前，他就医治他们。 Amen。 所以你看到那个进展，圣洁的殿，洁净的殿，慢慢进展去祷告的殿，祷告的殿就进展去能力的殿，彰显神的能力。不过很可惜，这帮法利赛人、哦、在那边生气了，看到耶稣医治瞎眼的，看到耶稣医治瞎腿的、瘸腿的，他们在那边生气哦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他们会生气？弟兄姐妹，因为法利赛人这些没有当作神的殿是一个祷告的殿。为什么我们祷告？是不是要神完成我们的旨意？为什么要祷告？我们祷告是要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吗？我们祷告是要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吗？然后你知道了，你要做什么？你要去顺服他，你要去完成神的旨意。所以耶稣就完成神的旨意吗？耶稣有祷告啊，神的旨意是要医治他们。法利赛人他们有没有？没有啊。为什么他们生气？他们不知道神的旨意啊。 Amen、哦、所以这个是神的旨意。然后第三，有一帮小孩子在那边赞美呢，何善啊何善啊，赞美神呢。他法利赛人讲他们很吵，赞美神的是很吵啊，哈哈，为什么？他们不知道神的心意，他们不知道神的旨意，他们没有成为神的祷告的家嘞，在那个地方。为什么？在那个地方，在那个圣殿，那个时候是个贼窝。贼窝哪里知道神的旨意？不是祷告的殿，是个贼窝。Amen。 哦，就后来什么事情发生？来，我们继续读。那么，对他说，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？耶稣说，是的，经上说你从婴孩和赤奶的口中完全的赞美的话，你没有念过吗？是，你看他们生气，他们小孩子赞美神，耶稣就跟他讲咯，圣经是有这样讲的，在婴孩的口会听到什么？完全的赞美。 Amen。所以最后神的殿变了什么殿？祷告的啊，赞美的殿啊。 Amen。 所以你看这些工作是耶稣要做的，在神的殿。今天神的殿在哪里？今天神的殿在哪里？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是神的殿，教会都是神的殿，这个是在哥林多那边讲的。好，Amen。 所以这个工作神要做在你的身上，在我的身上，这个工作神都是要做在他的教会。 Amen。 我们的教会不要成为一个贼窝，我们的生命不要成为一个贼窝，我们的生命要成为一个什么？一个洁净的殿。我们要不单单是停留在一个洁净的殿，我要进展去一个祷告的殿，我们要继续进展去一个有能力的殿。最后我们看到神做那些荣耀的工作，那些奇妙的工作在我们的当中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要赞美他，我们要成为一个赞美的殿。 Amen。那为什么常常我们好像没有什么看到？有没有看到
我们的祷告的生命如何？教会祷告会如何？多人参加吗？有吗？多吗？大家坦白哈、哦、啊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家有祷告吗？有没有？啊，感谢主，你很坦诚啊，说这个就是那个问题嘛 ，Amen。为什么没有？啊，你看，什么卡住我们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神彰显他的大能？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神的旨意？他要复兴马来西亚，没有看到神的旨意，肯定要复兴教会，神的旨意肯定要很多人信主， Amen。 问题出在哪里？我们卡在哪里？我们有没有继续进展，还是卡在那边？好，来、啊、就这个贼我 So 那个大案是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已经变了贼我，这个就是那个答案、哦啊、我们就变了贼我。这个字贼我是在哪里看到呢、啊、我就、跟大家解解、哦、这个贼我的意思是什么、啊、我们就变了贼我，我们就没有进展去一个圣洁的殿，没有进展去一个祷告的殿。 OK， 所以贼我是在哪里看到呢？是在耶利米书七章三到四节。来，以色列的上帝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你们改过自新，我便让你们在这里安居，你们不要相信那些谎言说 这是耶和华的殿，这是耶和华的殿，这是耶和华的殿。所以这里神就透过耶利米这个先知跟以色列人讲，你们要改过，要改过你的行为。这里英文是讲 reform your ways and your action、哦、两方面 哦，我们要改过我们的行为，我们要改过我们 的道路、哦、然后不要相信这些、啊、迷惑我们 的谎言、啊，这个是神的殿，这个是神的殿，这个是神的殿。是以色列人那个时候有去神的殿，有。好像今天我们有去教会，教会都是神的殿嘛，哦。所以很多人就认为，哎，我有去神的殿，我就安全，是不是的？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就是这样想啊，有啊，我有去神的殿啊。我有献祭给神啊。好像今天我们都是很忠心的去教会、啊、来敬拜神，没有错啦、啊、OK。 不过不单单是要为了你有来教会你就安全，我这里是讲到这些是谎言来的、啊啊、为什么圣经这样讲呢、啊、为什么神还是叫他们你要改过、啊，来，我们继续看。来，请读。然后来到这里来敬拜我的殿，站在我面前说自己安全的，以为可以继续做可憎之事。难道这些用来敬拜我的殿，在你们眼中竟成为了贼窝？这些事我都看在眼里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那个时候是很骂的，骂很生气以色列人嘞，啊，是很生气他们有啊，有去神的殿啊。他们就跟自己讲我安全了，我说讲不是啊，你去办教父啊，啊，是贼窝啊，啊，神是这样看。那为什么神这样看？我们继续看哦。因为我把你们的祖先带去埃及的时候，并没有吩咐他们献燔祭以及其他的祭物，只是吩咐他们，你们要听从我的话，我就做了你们的上帝，你们做我的子民，你们要遵行我的吩咐，就必蒙福。他们却掩耳不听，一意孤行，任意恶行，越来越坏。啊，神就在，为什么神生气他们嘛？
我跟你讲，神再去跟他们讲，你知不知道我拯救你们离开埃及？所以好像今天神跟我们讲，你知不知道我神拯救我们离开这个世界？哎，神拯救以色列人是为了什么？为了什么？神讲不单单是要你们来我的殿献祭罢了，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你要服从我的话。当你服从我的话，我就是你的神，你就是我的子民。神所看重的是什么？神所看重是我们要服从他，听他的话。 Amen。 神不是看重我们所献上给他的祭。以色列人有没有？有啊，牛啊，羊啊，百个啊，他们献上啊给神。今天我们有没有献上给神？有啊，我们有献上我们的奉献啊，我们有献上我们的赞美祭啊，我们有献上我们的服事啊。不过今天如果你献上这一切，你没有服从神的话，神还是不喜悦。 Amen。 我们将才成为神的子民，当我们服从他的话，神讲当你服从我的话，我就是你的神。如果不是，不是啊，我不是你的神啊。当我们服从神的话，我们才是他的子民。 Amen。 这个就是为什么神这样生气，神跟他们讲的话他们不听嘞。啊，你看到吗？这里他没有心去听神要讲的东西，他没有要服从神的命令。就这个就是为什么神叫他们是贼嘞，贼，他们是成为一个贼窝，他们就没有进展，不单单是没有进展，没有进步，他们是退步。 Amen。 所以这里是这样讲嘛，我看英文的哈，啊 ，Obey me and I will be your God and you will be my people， 哈、啊、，But they did not listen， 他们没有听，啊。他们是跟随什么？跟随他们那个，当他们跟随他们自己的旨意，这里神讲，你知道没有？他们那个心啊，是一个恶的心呢。当我们不听从神，我们做我们自己所喜欢的，虽然有去教会，虽然有献上祭给神，神讲这个，你做你自己喜欢的那个就是什么呢？我们有个恶心呢。神是这样看呢。 Amen。 哦，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会可以进步，我们就卡在那边，不单单是卡退步、啊、这里更严重，卡就没有卡在那边嘛、哦、这个讲退步啊，没有向前跑，就是上不退啊。Okay。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、哦、为什么那个时候神，所以我就不明白嘛，神啊，是啊，那个时候、很多年前了、哦、我都是没有常常听神的话了、哦、都是有犯罪了、哦啊、然后我跟他讲，神啊，没有这样严重了，为什么你讲我是贼呢？好、哦，你知道神怎样解释吗？你要神怎样跟我解释？神用一个比喻，你知道，如果我是一个，神讲，如果我们是一个笔啊，神是一个科学家，哦，他用这个比喻啦，啊，在这个medical field 啦、啊，在那个医疗界啊 ，OK， 他是一个科学家，在一个 medical field。已经发明很多很好的东西，可以祝福到很多人了哈，很多那些医治的机器啊什么，可以祝福到很多人。不过他需要用那个笔去写那些书，
写很多书，然后就可以祝福到很多人。所以神就讲了，我就好像那个笔一样咯，不听神的话，神要用我来写他那些书，可以去祝福世界各地的人，我就不听话，不要让他用。所以神写不到吗？写到吗？写到吗？写不到。因为什么？魔幻，不要听话。所以我有没有偷了神很多神的工作？有啊，神本来要用我这个器皿去祝福很多人，因为我不听话，神做不到这些工作，是不是我偷了神的东西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啊，神叫我是贼，对不对？啊，神叫我是贼，有没有错？没有，没有错啊，我是贼啊，弟兄姐妹。当我们没有服从神，我们就成为贼咯。神要用我们这个器皿去祝福几几多多的人，我要完成他的旨意，完成他的功，完成他的使命。我们偏偏不要听他，我们自己做我们自己喜欢的，我们是不是偷窃了神很多东西？是不是？是。 Amen。 So 神叫我们贼我，是不是很过分？没有过分。神你是对的。你知道为什么你没有？在那段时期啊，我常常跟我的太太吵架。你常常跟太太吵架，你有你的祷告时的生命会变了怎样？没有祷告啊，常常骂架，常常跟教会的领导吵架。说我们忙就吵架嘛，哪里有去寻求神啊？你的旨意是什么？主啊，我要服从你。啊，有没有？我没有啊，我的祷告都是骂对方。神啊，你就改变那个家伙啊！神啊，你只是要动工，你看那个家伙这样不好。怎样？那是是完成谁的旨意？所以，我们就成为不，很多时候啊，我们自己骗自己嘛，哈，就常常我是认为那个时候我还是不错啦，祷告啊，又很公义啊，哈啊，他们错啊，太太错啊，教会错啊，认为自己很公义，我这边啊。我们是神的祷告的殿，当我们祷告的生命出问题，当我们生命出问题犯罪，神会不会听我们的祷告？不会啊。好，来我们继续看，哦，啊，这个都是一个，啊，来雅各书，只是你们要行道，不要单单听道，自己欺哄自己。啊，这个是我们常常自己欺骗自己的。好，啊，我们听很多道啊，对，啊，我们听很多道，每个礼拜有来教会，不单单是来教会，啊，有圣经班，有时候就看那些 YouTube，啊，圣经的教导。不过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我们有没有行道？Amen。 你听一大堆没有行道啊，没有用啊，我们自己骗自己。所以一路神是强调什么？我们要服从他。最根本是什么？最根本是不服从神。有两种，神叫你做的你不去做，神叫你要
常常祷告我们就没有去做、啊、好像神叫我要爱我的太太我就欺负我的太太、啊、有没有服从神？没有啊。有没有听这个道？一大堆啦、啊、要爱太太我自己都是有讲过、啊、要爱太太、啊、有没有用？没有用。你听一大堆你讲一大堆你没有去行有用吗？自己欺骗自己。 Amen。就很多时候我们的情况是这样、哦、Right， 就不单单是要听到要去行道要去服从神，神叫我们不要做我们不要做、哦、教会要不要彼此相爱？要啊。我就跟我的领导吵到、啊、差一点搞了大事、哦、啊啊，没有彼此相爱啊，常常讲爱爱爱、哦刚刚我们、哦、爱是从神哎呀，然后我们都是要彼此相爱嘛，啊啊啊，这常常我们的在我们的生命是什么事情发生，彼此相吵就差不多有了哈，所以不要欺骗自己。然后好像我们的姐妹很坦诚，她没有欺骗她自己你不要停留在那边、哦、要去服从神、啊、你要去服从他。 Amen。 OK， 我们继续看、啊、是的，这个刚刚读了、啊、哎，这个我们要成为贼，我要成为一个圣洁、洁净的殿，是要讲呢很简单，好 ，OK， 来，我们请读。我心中常若罪恶，主必不垂听我的呼求。啊，继续读下去了。如果我们承认自己的罪，上帝是信实公义的，必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Amen。那你看呐、啊，圣经在诗篇跟我们讲嘛，如果我们继续有犯罪啊，神会不会听我们的祷告？不会啊。Amen、哦、这里很是你神很明白跟我们讲的，他不会听我们的祷告。说当我们活在罪中，我们祷告神没有听，你会继续祷告吗？哎，好像祷告没有什么用一样不是神的问题啊。Amen。 就好像、哎、神啊你没有听了、啊、我当然每一次祷告啊。啊、我那时候祷告真的、啊、你改变我的太太、啊、你改变我的领导神为什么你没有听呢、啊啊、我犯一大堆罪啊，还是要神听我的祷告啊？没有啊。阿们、啊、所以要怎样做、啊、在约翰一书，当我们承认我们的罪、啊、他是信实的，他是怜悯的、啊、他会赦免我们的罪，洁净我们一切的不公义。所以你要看到神洁净你的生命，我们要成为神的洁净的殿，我们就要认罪，要悔改。耶稣的宝血是足够的，洗净你一切的罪，洗净你一切的不公义。 Amen。 所以你要成为神的圣洁的殿，洁净的殿，我们就要认罪悔改。来 OK， 来继续看哈。然后在洁净的殿，我们要进入祷告的殿，是要如何？来请读雅各书。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。一人祷告所发的力量更是大有功效。 Amen。 So他这里是我们要常常这样做，你有没有彼此认罪的、哦、常常彼此认罪，彼此祷告。为什么常常这样做是对我们是好的呢？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神医治我们呢。 Amen。 不单单是医治我们，我们的对罪得到赦免，我们就靠着耶稣的宝血，我们就成为一个穿上耶稣的公义嘛，我们就成为一个
公义的人在神的眼中，一个公义的人的祷告是有果效的，有大能的。 Amen。 所以这个我们需要常常批子认罪，丈夫跟太太，你找一个弟兄姐妹批子认罪。如果你我跟 Jeremy、跟 Dominic 有心病，我要跟他讲咯，不要去在他的后面讲他的坏话，神不喜悦了，搞到更多事。要继续跟他讲批子认罪。我们有没有做错？有的吗？有谁没有做错的？我们会不会透过我们的行为，透过我们口所讲的会伤到别人？会不会没有？会啊。是为什么神叫我们要批子认罪？批子祷告，因为说神要医治我们的伤啊。 Amen。 关系中是常常有摩擦的。 Amen。 没有可能没有了，在一个小小的家都是会摩擦，两三个人，你跟你的太太，跟你的丈夫，跟你的儿女，会不会有摩擦？会不会受伤？会啊。所以怎样得到医治？怎样得到赦免？批子认罪，批子祷告。 Amen。 神就会医治我们。为什么常常我们的祷告没有果效？我们的祷告没有 power。 因为说我活在罪恶中。 Amen。 这个就是很重要，蛮重要，在教会都是我们需要这样做，在家都是我们需要这样做，然后你才看到我们的祷告是有能力的，我们的祷告是有果效的。然后啊，你就开始看到神的大能的殿哦，所以你就开始会看到神做这些工作，不单单是医治啊，释放啊，一大堆啊，传福音啊，人家信主啊，所以你就看到神彰显他的大能，就是看到神的殿是一个有能力的殿。 Amen。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一步一步的进展，一步一步进展。 OK。 然后你就看到神，我跟你讲，你看到神好像恢复你跟你的太太的关系啊，医治你们啊，然后我都是跟我的领导恢复关系和好啊，这些是很开心的事情。 Amen。最近都是有一个弟兄他中 stroke， 神医治他，本来是麻烦的了，半身不遂，将来他的儿女还是小，神医治他，他会开心，很开心，他赞美神。然后另外一个弟兄Dr. 关知道那个 Wilson He got E. coli in his lungs， right？ E. coli 啊，他看了很多 specialist 啊，跑到去很多马来西亚，我带他去过那个 Glen Eagles， 在吉隆坡，他们就讲没有办法，没有 antibiotic 可以杀死那个 E. coli， 杀不到他那个 bacteria 在他的那个肺。后来有一天他很开心，虽然他有那个肺，就每一次那个肺出事情他就要进去医院的了。进一段时期然后又出来，一发生事情又要进医院。后来有一天他打了个电话给我，他讲那个 E. coli 不见掉了嘞，有另外一种 bacteria 嘞，不过那个 bacteria 可以医的嘞。 Amen。 他相信神，神医他杀掉那个 E. coli 了。我跟你讲现在他以前很多病，现在他很勤劳去做工，
他都是有照顾他的父母，以前他的父母照顾他，他都是有心神有问题的、啊、我都观知道了、啊、不过现在、啊、他照顾他两个父母呢，老了都是很多病、啊、他做 Grab driver， 不过 是那些deliver 那些东西的啦，不是载人的、啊、他都是很勤劳去投资。我跟你讲 啊，一个以前有神经病的人、啊、需要人家照顾的，神可以做到这样，你会赞美神敬拜神吗？你会赞美神吗？阿们。这个是你看到神彰显他的大能，医生做不到什么，他讲那个E. coli杀不死他，神可以啊。 Amen、哦、所以我们要走，你就看到这样神的奇妙的作为，你看到神这样荣耀的作为，很自然的了，我们会敬拜他。 Amen、哦、我们就成为神的赞美的殿了。Amen. OK. 来，哎，到这里了。OK. OK. 讲最后一个见证就可以结束了。现在几点了？啊？9:30了啊、哦、？OK 了，可以了。OK. 这个见证是什么呢？啊？哦哦。很多年前了，我相信是2007年了。我是潮州人嘛，我那个时候有机会回去潮州，我跟陈景泰、跟这个慧琴、跟那个 James Tan， 我们去一个宣教，去一个刷套那边哈啊宣教，然后宣教过了，我就留下来，因为说我是潮州人，我就安排他们就安排我去潮州。当然去到潮州我就要去看看嘛，哈，嘎吉浪嘛，哈，所以我就去那边。我跟你讲啊，神很奇妙、啊、他就带领我排去一个湖，一个West Lake Park， 是West 是西湖，西湖哦 ，OK， 我就去那个 park， 很美很大，然后我就看到一个山。山上面有一个塔，神就叫我爬上去。哇，你没有搞错，你知道我这样重的哦，你知道我的心脏都不是这样好，还要我爬上去。哎呦喂、啊，要不要服从神？最重要是什么？服从嘛 ，Amen。好 ，OK， 最重要是要服从他。说 OK 了，慢慢来了，没有问题了、哦、慢慢慢慢。有时候需要停我就停了，就感谢主了，慢慢慢慢上到去了，上到去那个塔，那个时候就我就进去了，哎，有一个 caretaker 在那边、那个管那个塔的人，所以他就看到我爬到这样辛苦，哎，来来喝杯茶先，我就跟他聊天了，那个坐休息在那边一下子聊天一下，好，聊天聊什么，神还要我爬上去那个塔，都是蛮高的 OK 了，慢慢来了，一步一步步步步步步，哎呦，我跑到我差点我的脚没有力量了，真是真是多一步都不行了、啊、就感谢主了，最后还是完成到那个顶了、哦、其他的顶我就看了，哇，真是看到差不多整个潮州那个城市、哦、很美、啊、看到那个风景，看到什么、啊、很美。后来神就跟我讲，我不是带你上来看风景的，有工作给我做嘛 ，Amen 啊！在看风景啊，就上去的时候，神就跟我啊，就给一段圣经我啊，就是在这个历代之下7:14，来，请读。哎 ，Dominic， 而这些被称为我名下的子民。若谦卑下来祈祷寻求我的面离开恶道，我必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他们的罪，医治他们的土地。 Amen。 我相信大家都蛮熟的，这个就神就叫我
为什么我是潮州人嘛，我在潮州嘛，啊，潮州是我的家乡的人 OK， 所以我就在那边，神就给我看到整个城市挤挤多多的的潮州人在那个地方，然后我就代表他们在神的面前认罪，哦，我先认自己的罪，根本我都没有为潮州人祷告我去那个地方只是要看看潮州嘛，去旅行吧，好吗？我的心都不在我自己嘎吉浪那边哦，我就深深讲这边我然后我就去看潮州，就看到很多拜拜的都是有了，哦，他们的拜拜是什么呢？不是好像那些神那些啦，哦，他们所拜的是什么呢？世界，哦，开始中国开始开放，他们开始爱世界，哦，世界就变了他们的偶像，哎，就他们都是很多不认识主不认识神，还是跟随他们自己所的道路，哦，就很多了，我去看了都是开始败坏进入了，啊，有很多败坏的东西都是有了，哦，啊，所以神就先带我去看看，哦，OK， 所以我就代表他们，哦，我相信都是有一些基督徒了，哦，在他们当中就在神的面前哭啊，那时候我知道我哭啊，哭几久不知道啊，祷告几久都不知道，我只在那边，对啊，神就当你祷告的时候，神给你知道他的心意，神给你知道他那个负担，为这些人的负担，所以我们就有机会跟他同工了 ，Amen。为什么祷告是这样重要嘛？哈，所以那时候我真是知道神的心是如何，我就为他们代祷，在那边认罪，然后神答应是什么呢？当我们这样做，啊，神讲他会听我们的祷告，神都是讲他会赦免我们的罪，神都是讲他会医治我们的地， Amen。 所以这个是蛮重要，哦，所以那时候我祷告了，然后祷告，后来神讲过了 OK， 我就 stop， 我就起来，一起来看，喂，看到火降临，哦，就看到复兴要降临在这个，神已经听祷告，神已经赦免，神讲他要复兴他们，医治这个地， Amen， Amen。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我看到一个这样 的东西，然后你就看到啊，本来是贼窝变了洁净的殿，当你认罪悔改的时候，啊，就洁净了，洁净了就成为祷告的殿，你看到那个进展吗？所以我祷告的时候，后来神讲他赦免，神开始赦免，然后神会医治，神会复兴，后来还是看到神的大能掌权，讲呢，我一下来的时候，下那个塔，我第一个人见到是谁呢？来，刚刚那个管家管那个塔的人，我就带领他信了耶稣啊，还有一个我一再下去有一个他那个三轮车的载我的那边啊，用三轮车，哦，那时候说我去哪里，我就那个弟兄就载住我，我又带他信了耶稣啊，还没有完呢，我回去那个接待我那个姐妹，她那边开场，哦，帮新加坡姐妹来的，她在她的厂里面，她的住家有一个 designer， 她是香港人，我又带她信主， Amen。 所以你看啊，你看当你就看到神彰显他的大能，你就看到神做什么呢？拯救的工作， Amen。所以这个是蛮重要，哦，所以这个是一个这样的见证了，哦，Amen。所以你要不要看到神做
他的奇妙的工作在我们的当中。你要不要成为神的，不单单是成为神的洁净的殿，我们要进展到成为神祷告的殿，进展到成为神的有能力的殿，最后要成为神的赞美的殿。 Amen。 如果你要，我就带领做一个祷告，来，大家站起来。 Hallelujah。 Hurra Hara Harita Hurra Hallelujah Hallelujah。 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每一个人眼睛关我们的眼睛，我们要坦诚在神的面前。是的，如果今天你发现，好像我当初的时候，你发现到我们慢慢慢慢变了一个贼窝，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要跟神坦诚。神的耶稣的羔羊的宝血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，不过我们先要承认，我们要悔改在神的面前。今天神要赦免我们，不理你所犯的罪是什么。如果你是常常跟你的弟兄姐妹吵架，还是跟在家庭吵架，神要赦免你。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承认，主啊，我错了，我没有常常服从你。是的，主，我们要成为你的子民，我们要你成为我们的神。从今天开始，主啊，我们要服从你，让这个就是我们的祷告。主啊，你赦免我们，赦免我们的过错，赦免我们的不听话。主啊，我们不要成为贼窝，我们要成为你的圣洁的殿。不单单是这样，我们要成为你的祷告的殿。主啊，我们要知道你的心意，我们要知道你的旨意，我们都是要完成你的旨意，彰显你的大能在这个殿中，使用这里每一个人。是的，主，我们要看到你的奇妙的工作。最后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要来赞美你，因为你就是那位奇妙的神。是的，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耶稣现在在哪里？耶稣现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，耶稣在他的殿中。你的身体就是神的殿，教会就是神的殿。耶稣要做这四方面的工作，让耶稣做他的工作在你的身上，让耶稣使用你，洁净你，成为他的祷告的殿，彰显他的大能，透过你彰显他的大能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赞美我们的主。谢谢你，耶稣，完成你的旨意在这间教会，完成你的旨意在每一个人的身上。感谢你，主耶稣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， Hallelujah。 谢谢大家。请上前来，当我唱这首歌的时候 ，Amen， Hallelujah， Amen。 来，我们一起唱。森林，请你来充满我心。我需要。那我们唱这首歌，弟兄姐妹，你有什么需要带到，请上前，我们讲，有没带到，或者我们下回领袖。森林啊，我很爱你，我的灵让你牵引，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。森林，森林，请你来充满我心，让森林来带领我们弟兄姐妹。我们要成为一个能能力的殿，我们需要森林在里面做奇妙的工作。神灵啊，我好爱你，
我的灵让你牵引，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，我要追求你主，我将生命献给你，牵引我更亲近你，你大能更新我灵，无人能与你相比，主我仰望你的容面，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，让我们身体生命成为敬拜的殿，哈利路亚。我要追求你主，我将生命献给你，牵引我更亲近你，你大能更新我灵，无人能与你相比，主我仰望你的容面，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，我要追求你主，我将生命献给你，牵引我更亲近你，你大能更新我灵，无人能与你相比，主我仰望你的容面，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，我敬拜你，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。是的，天父，我们把弟兄姐妹交托给你，使他们生命被洁净，使他们生命成为一个祷告的生命，使他们生命成为一个有能力靠着圣灵，他们是有能力行神迹奇事，透过你上帝用他们生命来赞美你，上帝那是蛮好，蛮有福分的，我们都是蛮有福分的孩子，上帝你来恩膏我们，你来正建立我们的生命，是不是生命不一样，你来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在这个星期里面的去的看的走的做的，上帝你来带领，你来帮助，你来坚固我们生命，谢谢你，奉耶稣名求， Amen。 弟兄姐妹，如果是没有什么的话，请就互相祝福啊，我们过这个蒙福的周末啊，不然的话来上前面，如果需要带到的， Amen。 上帝祝福大家，做个蒙福的主的， Amen。